我跟你说，这个背心完全看不出胖，非常的好看，非常的显瘦。冬天一样啊，可以有时候不想要穿那么厚重，这种要冷不冷的天气，里面呢满满的刷毛。然后我刚刚讲了，它是整件刷毛在里面，整件的四个颜色让大家选。红色呢，当然啦、啊，过年啊应景喽。然后红色也是秋冬最需要的颜色，就是酒红色。来，你看穿起来一样非常的修身，然后一样都是弹力的、哦。再来呢，跟大家讲，这一次这个是粗坑条粗螺纹，所以是非常非常分明的。然后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打底背心，里面再加毛衣都 OK。或是加衬衫啊，有很多人穿这样，然后穿衬衫就是看天气而定。然后它其实不扎我觉得就很修身了，看到吗？我觉得不扎就很修身。你看那个绿色超级白，穿起来整个人就变超白的，绿色超级好看的，红绿都很厉害，因为它毕竟色调比较重一点点，可以提亮你们就是大家的目光跟肤色。好，黑色的部分呢真心没啥好说，还有就是全黑，简单利落显瘦，然后它一样哦，螺纹非常的分明，不用担心黑色看不到，非常非常的清楚。